小破车。Yeah，换台 F1 了。DR8，要干嘛？然后嘞，我点，这张应该不会太难，应该。有点难。感觉 F 比较难翻是这样。反应够快，哦，说到上面旁边那个一颗一颗的凸起物，然后就掉下来。Oh yeah！就回头。画了一个箭头，什么意思？Oh。别再撞到了。啊，更快就点了。哎 啊，走一样路吗？
哎，哦，还可以，还可以啊，这样没了。第一次怎么钻的啊？怪。OK，有摸点了吧？要再回头。回头，哦，shit，那是我中间那一条吧？好像七 D 眼罩还是会比较好。海浪吓死我！哦，耶，到这啥时候？啊！我应该没有转错方向吧？就这边，这个是走后面。哦，没了，应该吧？耶！然后开这台可以去西边的车吗？关。